稚嫩歌声唱出静思堂之美，这是高雄大爱幼儿园孩子学习的成果。但在长照据点里，也有好多长辈，甚至是坐着轮椅的患者，从志工规划的学习活动延缓退化。我们的身体功能也需要哈练习，所以我们有一些体适能课程，让他不能在于身体上哈再退化。长照据点规划出适合健康及亚健康长辈的活动，但其实慈济一直以来在做的就是融入长照理念。现在呢，上吊呢就是在长照。其实哦，咱长照啊，阿未有这个名的以前，咱慈济呢，五十几年来拢是接案就开始关怀。仁义会多年来已在社区筛检出许多健康亮灯的长辈，并接引往长照据点。从筛检到陪伴，需要仁义会细细规划，正如筒子的铁圈。该靠啊吼，迄个汤啊未老，汤啊未老水，那敢那有一项啊，和和互喜。仁义会齐心合作，守护民众健康。这条路难走，却是条收获最多的修行路。大爱新闻陈怡贞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